来，中间来一下，中间第一排，哎，中间第一排，视线要看对，音效室看第一排，音效室，哎，对，好，来第二排 ，OK， 好，摄影大哥看第三排，好，一起看第三排 ，OK， 好，右边的楼梯，今天，哎，右边第一排，啊、哦。啊，第四排，第四排啊，第四排，哎 ，OK， 看第四排啊，视线要对，好，请发表得奖感言。这几年就是在全世界各地征讨，然后从南北极到非洲，然后到蛮荒地方，然后上火山下海底，好像一切的辛苦努力都值得了。然后曾经在零下35度的低温，然后也曾经在摄氏40-50度的沙漠，所以我们聚焦全世界会在继续的努力。征服全世界，然后带给所有的台湾观众更优质的教育文化节目。谢谢，谢谢。好，来你自我介绍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里面负责整个音效的。啊、哦，对，因为他们都到了很偏僻的地方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徐静辉。哦，徐静辉。他们有的时候收音都没有收得很好，对，回来都要整个都要来重做，然后要用整个音效还有音乐把整个的节目整个气势都要做起来，对。好，谢谢。来，摄影师，大家好，我是摄影师陈一松。那这个节目丰富了我的人生，那几乎都是常年在外，就是在国外拍摄。那也是出生入死，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一只野生的，三只野生的豹，然后跳上了你的车。那我跟孟兰两个就是冒着生命危险。终于捡回一条命，对，差点以为被吃了这样。是啊，还有尿尿嘛，那个我有看，我有看你的节目，这是真的，真的还真掉到车上。对，常常都觉得就是不晓得这次出差之后还能不能安全的活着回来。对对。然后现在，所以今天报的这个奖，真的觉得非常的荣耀，而且非常的开心，一切都值得。好，谢谢，恭喜。